但是我又在想究竟是不是真的需要咯，因为如果你在香港买了一层楼，那你就真的注定要供它都几十年了，你的人生的自由就可能局限在那层楼里面。其实讲真，你买层楼你都是求一个住的地方而已，那我觉得住的话其实跟家人一起是一个环境已经 OK，